我是燕婷。嗨，我是巨人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自己做自己合资的音乐蛋糕。长期在 follow 我们的粉丝应该都知道，我们之前呢在幸福狗流浪中途有领养一只猫咪叫布布，虽然它过世了，但两年后的今年三月，我就把它刺在我自己的脚上，然后隔天就发现怀孕了。巨人就说感觉好像是布布回来了，虽然是我们自己感觉了，但是我们也深信不疑，有养毛孩的一定都会觉得是一个感觉，非常特别。就是想说，如果我们自己做一个明月蛋糕送给布布，感谢他回来了，那同时呢，我们会多做几份送给在 IG 上长期有 follow 我们的粉丝，一起做公益，同时分享这个喜悦。今天要做的是戚风蛋糕，比较大众，很像古早味蛋糕啦。因为毕竟送出去的蜜月礼盒，希望大家不要浪费，把它吃完这样子，所以大众口味一点。没错。OK， 走吧。希望今天不要失败啊。我是也希望。哎，兄弟。店长在这里，你分分，你们我喜欢呢。哇。跟花生一样哎，来挖挖。兄弟。你躺躺了。好切哦，太想背包。好撒娇哦！嗨，小妈妈，这叫摄影机。好，不要拍我。兴奋兴奋，要穿制服。你一定是要穿的，不然你等下整身都是面粉。那那个是我的个人特质啊，好紧哎，爸爸。那赶快先拍一个开高场。对哟，很性感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吗？同行协助。我以为考试哎，等一下，没有一步一步来，是不是？不要怕，我应该可以。因为你甜点都做失败啊。哎，准备两个碗。但是我全部拿。好了，我觉得需要哎。我也觉得需要。不要怕，我应该可以。制作的器具是这些，蛋糕碗的话，一个是放糖粉，一个是放意面面粉。材料的话就在旁边上菜。刮刀，等一下可以同时去把那个面团放到那个模具里面。奶油的部分是使用无盐奶油，所以我们先准备900克低筋面粉跟900克的糖。我们会自己先做一个，之后其他有他们量产。它这个做起来是有感的，因为勺子很大嘛，越大量。它像我平常做那一点点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会。所以爸爸，我们要租一个厨房吗？好像也是不用吧。泡打粉24克，24，爸爸24，无盐奶油900克。啊，戴手套。对。没关系，这个没关系，这我们自己吃。粉丝收到会是量产的。这一块呢，是我巨人经纪人跟 Emma， 我们自己吃。快料只有我们四个。我们先来体验一下这个感觉。预热烤箱上火180度，下火200度。那个没关系，我们先。那我要做什么？打13颗，这13颗是全蛋吗？对，全蛋。那会不会显得我不知道？平常没在做，应该不知道。爸爸，我会打鸡蛋。那来啊，来打。没破。哪里生的、啊？好硬啊，这蛋！我刚才没打完一顿。准备两个碗，一个碗装糖粉，一个碗装面粉。哎、欸，看哦，抓到8个喽！这里当泡打粉24克。泡打粉24克。就跟你说，这不是。中高速打至松软。我来教你们使用仪器。这边有那个反位显示。糖粉塞入是要慢慢塞入的意思是过筛加进去。边加吧，是吧？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家里都做失败。没有，我做的量没那么多呢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数学不好，因为看不懂中文，因为题目的问题嘛。你看嘛，他说中高速打到松软，所以你要先打成羽绒状后。哎，它好像是软掉。看边边这些，稍微有一点毛毛的状态，基本上就是可以。先打一半，然后融入之后再打另一半。啊，差不多。好，低速至中速，那就是一档。对吧？啊，进步了。好，快把它剥下来好了。因为不要浪费。对，搓搓搓，把剥下来。然后也太大把了。看起来很笨重。把剩下的糖粉加进去啊。好。好了。可以一样用低速至中速打发，开一打，不要慢慢的让它吃进去，主要分3到4次，平均或者是更多都可以，就是为了避免水分。好，下一个步骤，面粉及泡打法，用低速让它。可以，我手短。轻脚，来，全部加吗？还是要拌一次？跟刚刚糖粉，算你。OK 啊，好大，好棒。对，其实蛮方便的这一台，它一次干到底。关门了。哦，爸爸暂停一下。好。好。
好，来了。啊。打。可以吗？我差不多。好，来看一下质地。美妆啊你，它偏水润，不稠，它偏稠，但是它吸收很快。霜状。爸爸，被我看到了，失误哦，你也有失误的一天哦。越来越熟悉了，对，这么我的机器。我等它滚进去之后再来。像这样继续这样睡着，低速缓慢的加入柠檬。有柠檬吗？当然有啊。它烤是42分钟，可以准备倒入模具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其实做蛋糕蛮快的。所以我们在帮你准备啊，很快。这样子的话，如果跟老公说我去上那个甜点店哦，结果呢，5个小时后才回来都是假的。他都跑去逛街。24680。我来示范一下，这边有准备两条抹布，先大概我会先一个模具先装个4分到5分吧，这样子，然后利用抹布敲，没错，把它敲平，一个差不多先放重的分量应该就可以了，最后面如果有剩的话，我们再平均把它分下去，不用那么贪心哦。奇怪，你刚捞得很顺哎，为什么？可以可以，漂亮。好，奇怪了，我怎么掉不下去？敲敲敲。OK， 现在我们完成了，我们现在来烤，看一下我们的全家福。今天做了10个，我们吃得完吗？可以啦。好，那我们先放烤箱吧。好，42分钟。OK。加盐巴洗它。OK。我要把上面的辣给洗掉。所以有些人处理那种蜂蜜柠檬、腌柠檬，就也会这样用的原因是吧？就是都要把它表面的要刮。有错过了吗？切片之后就会变成后面这个样子。对，这是在煮的，就煮一遍了。这是煮好的吗？这是还要再煮。它现在是静置，因为它煮一次之后要静置1个小时，然后再煮。哦。哦，说走哦。好，好了，我们现在成品烤好了啊！哇，哦，有点焦焦的那种感觉，很香哎！试吃一下这个成片，小小的就好了。甜吗？嗯，怎么这个？蛮好吃的，不甜哎，不甜，它是本身水果的甜味，然后有一点烤的香气，焦香味的。应该说它真的是偏酸甜，甜的成分比较多。但戚风蛋糕下面就软绵绵的话，这样加起来好吃。做个几手，你当然可以接受。好吃哎，不错。棒蛋糕，棒蛋糕是棒蛋糕，不是戚风蛋糕。你那我从头到尾都讲错，你跟我讲戚风蛋糕，因为乱讲。OK， 好。它样子好像戚风蛋糕哦。哎，是棒蛋糕。想说奇怪。棒蛋糕，蛋糕出炉了，哇哦！它的好，我们现在来那个调整一下糖霜哈，柠檬汁、糖粉哈。那我们先加糖粉，搅拌均匀啊。你要搅到，对对对，那个。好，来。你涂啊。嗯。好，那我放。涂均匀啊，均匀均匀 ，OK OK。好。找到我的专业，我很会涂糖霜。就是跟刷油漆一样。对。Oh, very good。完成。耶！哎，这样真的蛮漂亮的。对啊。你看它下面留下来的那个糖霜，哇，很漂亮。好啦，我们做完了之后呢，小黄金出生之后，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包裹出去，没错。然后也会抽几位粉丝呢，我会再亲自私讯你们。满月的时候啊，对，我会再亲自私讯你们，提供你们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，就是把这个喜悦跟公益呢传出去给你们，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回去试吃一下我们刚刚做的。他弄那个成片真是蛮好吃的。身为一个中途之家，毕竟资金啊，或者是毛小孩都还要带领养，所以如果看到这支影片呢，家里想要毛小孩。想给他们一个家的话，也可以来看看。没错。OK， 就这样了，拜拜。拜拜。